收看我们的超级星光大道。其实讲到在这个华语的歌坛呢，超级星光大道绝对是举足轻重的一个节目，因为我们其实提供了这个舞台，让很多的新人能够得到专业的训练磨练，然后呢有自己的新专辑，甚至呢成为国际巨星。那现在你说台湾有什么不可能呢？曾雅妮都是球后了，是不是台湾之光啊？我们在这边给她掌声鼓励一下。是，今天我们的特别企划仍然是有这个疗伤铁肺，还有这个最佳嗨歌，还有台语新人王，一样的是由三位的选手要 PK 一下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坐在这个选手席，哎呦，难道是游鸿明老师最喜欢的林鸿明吗？林鸿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呐！今天你是角逐哪一项？我今天参加的是那个宠物大乱斗的单元。哦，啊，猴子，猩猩狗狗大冒险呐。对，好，待会那就是看谁把你牵出来啦，好不好？哇，还有浅凤君，好久不见，最近都在忙什么？最近都在忙，就是出去玩。哦，非常好，大概去哪些台湾好玩的地方？我有去武岭那边，就是看雪，然后就可是发现自己有高山症，所以有一点那个，就躺在那里看就对了。对，哦，看雪蛮棒的啊，像我们这个全家啊，过年到宜兰走一趟也不错。这台湾之光有很多，包括像是我们自己做的 whisky。非常好喝，用宜兰的好水做成的啊，但是这个不能超过三瓶啊，好啊，不是啦，不能喝过量啦，注意身体健康啦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的评审，你看仍然是非常的这个喜气。首先是粉红色的 Roger 老师，接下来欢迎哇，还有金色的建宁老师，哇塞，接下来这位 bling bling 的游鸿明老师。接下来这位头发有一点微弯、很浪漫的小林老师，接下来就是越来越胖的小胖老师。小胖老师，我一直忘了提一段呢。你看，在我们过年前做了很多 live， 不是有回顾吗？比如说每一位选手什么，我们回顾以前他的奖评，就发现说，其实现实的你已经是有一点浮态了。但是回顾过去说，哇，怎么有时候又更胖、更胖、更胖？你自己没有设限吗？有有，其实我瘦下来了，桃子。哦，谁说的？喂，总的来看我是瘦下来的哦，好不好？自己还自己，你刚刚自己不是在化妆室照镜子说，我怎么又胖了？那是私底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台面上是瘦的，睁眼说瞎话，喂，是不是？哇塞，好，那今天呢，第一阶段就先把大家唱醒，我们就是要来 Power PK 最。